顺手又一冬，暖暖不舍你一人。拜托月娘替阮转达千年不变的思念，相信有一天我的成功会合。一脚皮手伴阮向前行，命运不是天注定，就算失败犹原继续行，坚持是阮的命。一首老歌唱也唱不完，回首往事哭无声。啊，思乡暗暝看孤影，啥人听见浪子心声？我跟你相思啊，我若赢，你就莫阮小妹遐尼脏死。好，而且我派你去做速报师。为了表达我的心声，我利用我的花来写速稿。高亮，你是在创啥？你唔通当作你是尴尬的孤囝。你若要咧继续独留恋吼，我咪着换人换。我到底要留手啊？告诉了你，你想讲花写会当准多少？你是在创啥啦？来嘛，快出啊！你莫安尼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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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，你有要紧吗？这是蝴蝶病，你甲恁小妹仔拢有。你只要回凡间，若是有拄到这个应季的查某囡仔，伊就是恁小妹仔。你是我小妹？不错，你要紧无啦？啊，闪开啦！真好大胆嘞！今个官爷我输，跟着走。你是不是走不得？啊啊！闪开！哎呦，你走啥啦？你跟着啦！你走啥？哎，小妹，你放手啦！小妹，你可知影？我找你找偌久的，我真欢喜，我即马找到你啊！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要当你的媳妇，照顾你啊！你别放啥！这下你给我迈开我！对啊，小妹还袂记得吼，伊已经对我无记底啊啦！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你等下啦！你给我过来！哎呦，靠你！你把我给绑！哎，靠你！听我解释。是安怎样？哎哎，你别安尼啦！你别安尼啦！别怕啦！别安尼，有话要讲，有话要讲啦！你算啦你！哎呦，哎呦，别怕！兄弟，别怕！别怕！别怕！做咩？别怕！我这个是小弟哥，你别插手哦！哎，小妹啊，你听我解释啦！你无看迄个甘曼尼哦，看你，迄地骨卵拢会要流落来呢。伊的名声是偌歹嘞，我来救你哦，是要救你啦。伊讲的甘曼尼哦，是我的头家啦，伊的名声哦，真正无讲介好。安尼是我误会啊啦，歹势啊，歹势啊，我搁甲你拍，你敢有受伤啊？哎，无啦无啦，哎，刚才哦，你拄只无赢，拄我搞笑，要那无我就。兄弟，真多谢你嘞！我先自我介绍者，我叫金有缘，你会当叫我金有缘啦。我叫曹培啦。哦，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公主啊，拍死你！啊，害你受伤，啊，你有要紧无嘞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我这钱哦。等下传一桌酒菜请你啦，啊你莫阁甲阮徒弟计较啦，吼，拜托个。本少爷无欠钱啊，啊毋过有一件代志，我需要你甲我斗相共。欢喜欢喜啦！哇，想袂到哦，处理这老骗子的代志，煞意外去找到我的小妹啊，真好，真好啊！世界大地啊，世界大地，你未免受过干巧啊！为着要赢我，煞把我的记忆拢摕走，好你家仔！我的手有这个乌点的太气，会当我想起来一寡代志啦。既然找到我的小妹，我就应该好好啊保护伊。嘿嘿，
还是讲哦，我这个小妹看起来功夫袂歹呢，是对一个查甫人较欺负伊啊。啊，有啥物代志需要我保护？进来看麦啊！啊，奈何你？哎呀！你错，趁我无在时，恶人来是无？哎，我弄啊！为什么我陈耀兰哦，踮咧工地碰头顶，什么拢无啊？啥是陈耀兰啊？陈耀兰就是我前世小妹淘汰迄个查某囡仔啦。我去翻看哦，就是因为要找伊啦。而且我有甲西到台地哦，小叔咧讲一定会改变我小妹命运啦。要唔过我耀兰工地碰头顶，为啥什么拢无啊？安尼我们哪知影伊即世人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哪里找到啊？拿来我看麦。真正无的，敢讲这是顶头意思？是你家己把酒喝坏，什么无？给我看麦啊！喂！哎呀，你搁有遐尼济数字我未处理的，你又敢想要找伤？伊有婚姻的问题需要来处理无？无嘛！哎呦，我就是因为处理老皮做的代志，唔才拄着我。主持人，主持人，你哦，就是唔知只个女人的艰苦，唔才耽误只个素贞。所以你才错，你才知错害的人的痛苦，你唔才较认真。头出来，一、两，总算运气吼，趁这时阵我来找西角大地摸清楚。啥物啊？伊是丁天才，目光敢面色面色，原来我一百年前就见过伊啊，是讲西角大地。啊！你若会做数报师，啊，佮伊蝴蝶的印记，爱去找小妹。俺小妹二十岁哦，会拄着死劫，而且过轮回到后一世，伊不服。伊讲伊要改变轮回啊！啊，我一时冲动，俺才佮跋输伊啊！啊，所以才做数报师，佮阿姨无会想啊躲过死劫。哎呀，你佮伊计较啥物啦？无啊！我即马要哪做？敢同我你讲大细声的哦？唔敢。啊是讲哦，啊即马要哪里？你一定爱阻止伊啊，去扰乱人间的大事啊，尤其是陈玉兰，伊的因果伊爱家己行。假使若叫丁天才扰乱你，会造成更加侪人的命运因此来改变啊。都要紧用用的，阿姨啊，姨啊，紧，紧拜拜。哎呀，大伯啊，你看，你万年吼，唔来米店的时候，你顾了好，用你的手艺嘛办了这尼啊齐全，伊对你吼，真正够友好，有够用心的啦。希望以后做代志都爱用心，安尼就好啊。会啦，我万年吼一定会用心学习的啦。师傅，什么代志啦？今仔日是上找咱来表演的。啊，就倒来这管家啦，找咱来，讲要替老爷祝寿到老家啦，顶礼拜啦。哦。老东山，你俩今麦才来，我等你足久啊呢。歹势啦！啊，阮这个徒弟啊，今日来这表演，爱同你拖拖耍耍。表演姑娘，咱搁见面啦！创啥啦？师傅，你早就知影是？这是你挑工安排的？哎，有人啊！你慢慢安尼，咱出来赚钱啊！啊，唔过，有人，做工是足辛苦的哦。啊，唔过你今摆唔免这么辛苦，只要你变作是我的查某人。你就好日子头好过啦！放过啦！阿伯，你是安那？哎，这小杂毛，你啊，你臭死你啊！哼，你
你卖掠准讲，领导有钱，你买啥就有啥，不是所有的查甫人拢爱钱。你这招对我陈玉兰不好。你慢点啊！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哪敢这三个人才扭扭捏捏呢？哼！人讲好爷下清水帝王位，有千年的土地，无百年的业主。子孙若是无教好，以后要哭无目屎。你干什么？玉兰啊！玉兰！拄只我才讲你真良心尔，想袂到你对这个查甫囡仔更加用心。既然因亲这查甫囡仔，那你只咧教训讲我袂晓教孙，我今仔日就是咧遮，要好我教是一个了尾仔囝，教我敢提来。干咩啊？唔系啦，歹看啦。哎呦，哎，干咩啊？可。既然你大家面头前我歹看，我都唔相信得袂着你。等你变成我的人了后，我一定会让你更加歹看。玉兰，玉兰，你稍等一下，玉兰，玉兰啊，你听我。哎呦，你放手啦，师傅。我之前会对你私家表演趁钱，迄是我感觉你只照顾我的。想袂到，你竟然为着钱，你得给我出卖。哎，什么出卖啊？啊！你话茫讲啊，你歹听嘞！你想看卖，你生到这尔啊水啦！啊！你尴尬笑也介哩，嘛是正常的啊。我家己的代志，我家己会注意。既然你无尊重我，搁出卖我，那安尼，咱师徒的感情就到这为止。卡面以后我互你卖掉，我搁唔知影。我赚的钱即马拢是你的啊，即马我无欠。以后咱就全部到最无了。嘿，玉兰啊！哦，哦。去了了，迄药剂箱哦，规丛要倒去呀！啊！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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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哪会当安尼啦？咱这么侪年的感情，居然比袂过钱！只望这么暗吗？我是要去倒位，是要住倒位啊？那人伫咧哭，玉兰姑娘，啊玉兰姑娘啊，啊拢这样话，恁啊，你想怎啦？我无所在逃去啊！这个啊，我就是因为做你老屁做的代志，唔才拄着我。哦，我想起来，我想起来，就是你这个臭完咯，用少年的步数搞我用婚姻，问我们用哪的代志。我嘛请你啉啦，啊有来有去哦，大家讲白啦。你有够可哩！啊这啊这这这！哎，光地婆啊，光地婆啊！今天我啦，你袂当看啦，我是拍你的啦。我才不爱你。啊，真歹！我不爱你，好，我今天走。杀！哎呦，哎呦！完了！我跟你讲，够了！哎呦，算了！查完了，你最后小李不说，你别走，你别走啊！你别走，你别走！嘿嘿嘿嘿，老花啊，哦，目睭就是雾雾啦，不看清楚哦，就做你去。这本才是真实的，
无用这波吼，该骗到远嘞，我是要安怎去找玉兰啊？哎，哎，我提出去讲这波也无效啊，我看袂到玉兰的功底，啊，你是要安怎啦？奇怪，这人特别高啊！有啊有啊，陈玉兰，永寿二十岁，死因自杀，近五年，安尼唔就是今年啊？明年，我一定要玉兰渡过这死劫。你今天心情真好呢。对啊，今仔日嘛不知道是安怎，大家拢出去做大花呢。赚钱真重要啦，啊，不过吼，身体不爱顾，你嘛是要忝嘛。我知影啦。对啊，我给你倒些物件。我才混去几工尔，啊，这两个感情哪会变到遐尼啊好啊？哎呀，我袂当让玉兰哦，甲任何查甫人惊我嘞！臭皮啊，臭皮啊，你是咧创啥啦？无听人家讲，男女授受不亲嘞！看下，看下，看下。有诶遐，是你哦，这久无看，你是走去倒位啦？哦，我我去外地做生意啦，哈，啊，拄食才甲转来尔。啊，是讲恁两个感情哪会变到遐好啊？啊，大家拢是好朋友啊。对啊，文兄，今仔日胜利好运，拄只好，我生理偌好嘞，赚爸爸。等一下，咱做伙来去买好料的，你着来阮家，我好请你啊。有好料通食，我上爱，我上爱，行，明哥姐。好。小等嘞，你拄只讲的意思是，恁两个这么做做伙？对啊。有人暂时当家，对啊，这边来迎你啊！哪会袂迎接啦？喂，你莫看我无好无，我是足够煮食的呢，食过你就知。臭皮，咱来去买菜。好啊。哎，哪会我一无得嘞？啊，这两个变家，袂迎你，袂迎你。哎，臭皮。阿姆爱食啥物菜啊？嘿，我爱食牛啊！嘿，刚开不赶快呢？好啦，恁爱食好多金沙，今仔日我请。谢谢哦，你讲的哦。嘿嘿，吃鸡也蛮好食。奇怪，伊毋是拄只给我想见遐个人？你是要去对啊？好，你大家人拢有，拄只好赚到来钱，我会加倍给你。原来是安尼。哎，玉兰，玉兰，闪啦，闪啦！玉兰，原来这一切拢是你设计，我无需要你的同情，这一切你提到哪去？玉兰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哎，玉兰。我唔是要用钱侮辱你，我是真正足介意你的。我从来唔捌对于我查某囡仔，可能是我的方式唔对，啊，不过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即摆是讲什么笑话啊？你是有某的人呢，敢讲你想要带我倒去做细？我跟你讲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玉兰，你若是愿意对我，我会当把撇嘴休掉，和你做大母。你给我一摆机会好无？江曼妮，你敢会想超过啊？今仔日，我伫大家面头前讲好清楚，我足讨厌你的，不可能给任何的机会，请你好好疼惜你的家，莫搁搞高高低啊，嘛莫搁做无聊的代志。臭皮，咱走。玉兰，万年就算讲伫外口，搁安怎也袂来，嘛唔捌讲要甲我休掉。即马，伊竟然为着这个查某要甲我休掉，袂用的。我一定要想办法。
今仔我囥感冒，但我会头壳顶互你写。哦，这是你讲的哦，干姐就卖反悔。袂啦，我要来反悔，我阁先替你叫人客。来来来来来，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，来遮看飞刀的特技啦！来来来，靠我来，靠我来，靠！下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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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跪！你是要做啥？你这个狐狸精，我哪逐天看你的表演？听讲开足侪钱，你跑来帮我家庭，我要抓你去忏悔。哎、欸，无，有代志吼，好。哎、有人，有人啊，有人！台南重庆市流传一案百年的神秘醋柑，听讲四号的红阿婆只要来酿醋柑。就当让对方感觉心酸，来回心酸意。啊，所以有一个故事是咧讲这个农夫这个故事，讲某嘛是啥外遇吼，有人甲介绍介绍来重庆市食。啊，听讲这醋柑当初是下伫这个观音菩萨的下骹，爱来甲拜拜嘛吼，观音菩萨。甲指点了讲，计爱食八斗啊吼，结果闹赛同我走去这便所，闹了发觉着因某拄啊含一个外口的人吼，已经伫遐咧私会。啊！叫杀掉，啊！就将迄个客啊拍啊，搿要半死啊！吼！我讲啊，到尾因某嘛是啥回心转意嘛！吼！啊，这代志就是我圆满结局啊！吼！自从这传闻出现，大家拢走来抓醋柑，看卖啊是毋是当互对方回心转意，醋柑嘛成为挽回感情法宝。爱你最多。